去吃五百啦。哦，会吃五百，我最吃。会吃五百啊？什么吃白带鱼水的啦？五百哦，那么五百至五百块五百块啊？来，用这目睭金细细好歹面啦，不落。来啦，我先要吃白带鱼来啦，金细大只顶个好诶，来，两只来，四只来。四只来，只外口即摆即摆剁起来，莫用开你百五块、两百块超贵啦。啊，只下来，一两三四啦，一两三四五六啊，七来八来，搁下来五百块、五百块，个人要食五百块、五百，五百，个人要食白带鱼无？好想来买，好想来买就来买啊！不要光想而已啊！人生苦短，想到什么就赶快去做。用想的是买不到的，要实际来买才买得到。来，老板客，来。小心哦。来。来给你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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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远了，不会啦，住屏东的都来了。住屏东啊，住花莲的都来了。我无够啊啦。对啊，住屏东住花莲的都过来了。上次有一个住花莲的啊，来，前一个晚上礼拜六住这里，礼拜天来啊。我说你怎么那么疯啊？何时来大村卖？大村，过来。你刚才说，要不要来中正街卖？这东西哦，我用伊哦，这正现熬的，你听哦，正现熬都要急速冷冻的。所以你看起来薄薄，等下你搁浸水哦，浸咸水，用一挂食盐，然后你留啊淡薄块的水，留啊咸咸水啊，等下哦，你甲浸一时啊。贵州幺妹子啊！三五啊咯！这花块炖瓜多只。这花客也超这两杯啦，拢无发嘞啦，讲你无发嘞来，我少一些，上尾两只猫开一千块八百七百六百啦，这安尼少啦。哦，大佬。